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东的来。我们这上次那个池塘里弄的这条，差不多有4斤啊，3.9斤的这个大黑鱼，我今天把它做成那个酸菜鱼，然后顺便叫经常带我过来钓鱼的那个大叔来吃个饭啊。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小，也不是鲫鱼，还是鲤鱼啊那种，我们做一条红烧的，今天来个全鱼呀，有这个酸菜黑鱼，还有红烧小鲤鱼。然后是那个鲫鱼汤啊，走，请先把这个处理一下。哇，这个鱼太大了，搞得我切了半天。这鱼头，真的挺难搞的，而且这个鱼黏糊糊的这种啊，真的是黏糊糊的。这个鱼太大了，我让我老弟出马，我搞半天不好切，这个真的有点大了。现在把这个肉腌一下，加一点甜香的米酒，嘿嘿，把这个当料酒用试一下。哦，好像忘记了加最重要的东西，没有加盐。忘记加这个生姜了。把它搅一下吧，我把这个鱼骨放在里面，也稍微的腌一下。这个我们稍微划一下啊，然后待会儿拿来做红烧，也要事先稍微腌一下。花钱一点，哇，这个生姜好香啊，我都感觉特别香。好了，可以放这腌制一下。在锅里放油。烤香了之后，再下这个炸过的鱼块，我去。
来，给妈妈和陈叔叔他们交。不是，都是我。那完了，背一份了。那咱们干杯。那辣，老油。嗯。嗯，那个味儿好。好吧。那个酱汁好。来，刚才肉全都来了。咱给我准备那个肉，我那个啊不是，那个卤肉是肉的了。咱给我准备那个油，咱们还有啥？散菜。有。来，啥时候挖？哎呀妈呀，喂，我搁那吃个午饭，吃好的，吃好的，你干的。我这个技术不咋着，慢慢吃哈，没事。哎呦，你把我们做的好卤了喂，那个男的做的卤，好得很。对对对对。这好，好好好。好的。你要不把你回家交给我吧。不要吧。现在什么时候了吧？我们来了来。来来来。来。谢谢哈。哎呀，还没回来，谢谢不好呗。你看老川大叔，看我说谢谢不？我从那边说的谢谢是吧？不客气。你没事。你个酒驾好的啊。我怕没酒驾。你看那块儿，我叫你等我来吃饭去哈。你不来了。以后还再来，多来几份。好。我提前那会儿还在呢，我这都吃了就买一个。那不客气，那不搞得好。他是不给你，他是我一个送上的。焖鸡呀。有啊，他说焖鸡的。还有那道，不那个，还有卤嘞。菜不这么炒，我今儿负责上菜肉、红烧肉、两个肉。